หน่อย下一個動作叫 side pat in and out。 首先我哋合埋對腳，跟住 pat pat 坐低少少，跟住咧個人保持個穩定，跟住左腳拎出嚟，收翻翻埋嚟，右腳拎出嚟，收翻翻埋嚟，左腳收埋嚟，右腳收埋嚟，手擺前面做平衡。我哋會做30秒，預備3、2、1，開始，左翻埋嚟，右左右。唔使急啊，系啦，慢还慢，但系都唔好太慢啦。左右加油，左右保持稳定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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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放松。做呢個動作的時候咧，有兩樣嘢要注意嘅。第一樣嘢，個人唔好不停坐低，起翻身，坐低，起翻身，保持穩定嘅嚇。越蹲得低，越難做；蹲得高嘅話咧，相對較容易。第一樣嘢咁啦。第二樣嘢，你個人個重心係會永喺中間嘅，而唔會去咗左邊、右邊，不停。轉換兩邊咧係唔啱嘅，我哋由始至終喺中間位，左收埋嚟，右收埋嚟，左收埋嚟，右收埋嚟，好冇？做多30秒，預備咯喎，準備，蹲低少少，3、2、1，開始，左收埋嚟，右左右左右，加油，左右左右，加油，左右左。右左右，仲有15秒，14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放松。记得饮水啊吓。下一个动作